下次啊，偶像教主，下次你们，我觉得是，我觉得是我，我觉得是孙一浩，说是九的话，孙一浩，对，孙一浩，那我吧，好好好，自然接受。好多孙一浩吧，哦是，孙一浩很爱，是孙一浩，他过的是美国时差，过的是美国时差，对，我记忆最深刻的是。最刚开始进我们宿舍的时候，对对对，有时候稍微去公司忙晚一点回来，可能三四点四五点，他刚刚年龄，然后再开始收拾房间，对对对。因为我经常是颠倒作息，我从第一天住进去之后开始颠倒了。因为我第一天住进去，就是大家可能是第一天进去很累了，我要直接睡觉了，但是我不是，我必须就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完，我不睡着。对对对对，所以从那天开始就没倒回来，跟大家一直是反的。难怪平时见不到你。对，一直在外面忙是吧？但是其实我一直都在屋里。对。唐九州很爱撒娇吗？九九很爱撒娇，九九，但是九九不幼稚。笑死了！就是有一个很好笑，是因为我一定要大家就是因为感觉我想要，就是我一直想要当团宠，不可能的，有点难。我就想当团宠，自己 Q， 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一次团宠，来官方给你，不可能，打呗，打呗。就因为这样，就比如说，我就会故意，我就一会儿在叫，比如说我会，比如说我叫，我在房间里，然后我就叫我说，然后他不理我，我就开始，安静，安静，就这样可以晃一个小时，就一定要。真的好辛苦哦，好累哦，换一个小时也太夸张了，换一个小时好累哦。哥，就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比较幼稚啊。然后有时候会也是就是五 Q， 有时候晕。没事，我会怼他一下了。然后他怼完我之后，我要想了三四天，我才会想到我该怎么回回怼。他们两个蛮无稽的，他们两个是冲浪达人，二级我不太冲，我也不小莲是不太冲的，我也不太冲，小莲不太冲，二级、我不冲的，我奥运会很冲，对，他只冲奥运。大家平均在三四季，然后二季的其实也没太远吧。你有奥运是奥运加速包，其实五季的就会发到群里了。啊，对对对，五季的会分享，会分享。刚刚有个工作人员给他那个看那个一张照片图，就设计的截图，就那个很精彩，很精彩，发到群。哦，我们官博可以发一下吗？我们 X Form 请大家多多期待我们的专辑和舞台。可以了是吗？然后之后有一小小的花絮，然后因为我们这边新浪综艺的姐姐们，哇，每个人真的艺术啊，谢谢姐姐，真的吗？专属卡片，谢谢。谢谢啊，看到了，谢谢。嗯，对。然后好香啊！然后你们所有的卡片都是谢谢。哎呦，我们带去吧。你是什么？然后还有你们的跟英国的长团蛋糕。哇！谢谢。很好吃的样子。我帮你拿。谢谢。你把这放进去吧。哇！但是你们拿这些翅膀吗？天使，翅膀。幸好我帮你放进去了。这个是羽毛，谢谢老师，辛苦了。